见面，那阿旺啊，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让你们不热哈。来，你们心情很凉快。那么今天来了很多杜比武的同学们，我们现在首先欢迎淑娟老师。淑娟老师，哎，我们今天是淑娟老师呢，带了一票学生，他们练武告一个段落呢，叫一个小小的成果展，然后就要把学生带来，做一次公益，借大家双手给老师掌声鼓励。那么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同学吧。这位是老师啊，老师要讲一些话吧。
来，看前面哦。主任要留下来。